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一村翻看美联物业的新于。咁今日我会带大家去睇新鸿基楼盘，位于京士柏山的帝庭园。咁啊，有几顺呢？究竟咁啊，大家跟我过嚟睇下。咁豪華嘅新鴻基樓盤係咪真係買少見少呢？咁啊，我會繼續為大家介紹呢啲咁高質素嘅樓盤。咁啊，大家記得留意我啲影片啦。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